同学们好，我们今天讲一下戴高乐与法国退出北约的问题。首先看一下法国与北约的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为了防止德国东山再起，同时也为了共同抵抗苏联可能的入侵，在1949年4月份，在英美两国的倡议下，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等等12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在华盛顿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确立了集体防御的原则。从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简称北约。到1952年，北约总部从英国伦敦迁往法国巴黎，法国和西欧重建得到了美国马歇尔计划的大量的资金援助，法国人对美国心存感激，欧洲需要美国的鼎力支持，美国对苏联的冷战也需要欧洲伙伴的来扶持，因此在大西洋两岸在北约问题上一拍即合。这个时期，北约在法国设有多处军事基地，部署有核导弹，法国与北约的军事合作关系非常密切。到1959年，民族意识强烈的政治领袖戴高乐出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戴高乐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定捍卫法国的主权独立，力图恢复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地位，认为法国在建立世界秩序的问题上应该有自己的独特立场，必须排除美国的单边主义，通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协商机制解决问题，而伟大的法兰西应该在其中担负起一部分责任，这就是戴高乐主义。但是由于北约的存在，法国的外交与国防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的控制，由美国人担当的北约盟军最高司令可以统一指挥驻扎在欧洲地区的所有北约国家的部队，在核武器问题上美国更是严加控制。所有这些不能不让戴高乐重新思考法国与北约的关系。他呼吁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要求北约必须加以改革，扩大北约在世界上的行动范围，使之覆盖法国在世界各地拥有特殊利益的地区。戴高乐还建议在北约内部成立英美法三国平等参与的领导小组，讨论核威慑战略问题。对于法国的这些要求，美国自然无法同意，美国军方甚至提出一份备忘录，对戴高乐的建议进行逐条批驳。由此，北约已经不再符合法国的防卫需求。第二个问题是，戴高乐政府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及其原因。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戴高乐采取了一系列对抗措施，包括法国地中海舰队撤出北约指挥序列，禁止在法国领土部署外国核武器，法国拒绝将防空系统纳入北约军事一体化，法国不同意将驻扎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军转归北约指挥。在英美两国拒绝与法国签订核能合作协议之后，法国于1960年2月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成为世界上继美、苏、英之后的第四个核武器拥有国。所有这些都是法国脱离北约的前奏。到1966年3月份，戴高乐正式宣布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体系，要求所有北约基地撤离法国国土，北约总部则由巴黎迁往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戴高乐做出的这一决定结束了此前多年美法两国争夺北约与核武器控制权的局面，这就意味着法国虽然继续留在北约的总体框架之内，但是脱离了其体现军事一体化的三个核心机构，包括军事、防务计划与核计划三个委员会，成为北约体系内部的一个不完整的成员。第三个问题是法国退出北约的影响。尽管退出了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但是法国还是积极参与了北约其他机构的各项行动。法国每年向北约提供的资金分别高达北约预算总额的1/7。然而法国却经常处于北约重大决策之外。不少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和军事专家认为法国在北约两个要害部门的长期缺席是一个重大的时代错误。虽然法国在自身的防务上有自己的独立性，但是在北约内部丧失了不少主动权，不得不一直屈居普通议员的地位。在欧洲联盟实行外交与防务政策一体化之后，法国在防务方面另搞一套，不合潮流。北约与欧盟关系紧密，法国是欧盟中的巨人，北约中的矮子，
这两者之间的巨大反差自然会使法国的国际影响力下降，发挥大国作用的空间受到严厉限制。北约经过转型之后，也已经不再是1949年或者1966年时候的北约，它的活动范围更大，目标更加宽泛，反应性需求更大，已经从一个区域性的防御性军事政治同盟转变为对全球安全负有责任的政治军事联盟。当今世界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威胁，全球威胁需要欧洲以及北约更加紧密的团结，法国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的危险程度并不亚于其他威胁，那么重返北约就能改变法国在北约中的地位，就能够加强法国的反恐行动。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法国重返北约。法国旋转时机启动重返北约军事体系的进程，早就在密特朗以及希拉克担任总统时期就已经开始运行。法国必须改变自己在北约的地位，这不仅是适应外部形势的需要，更是形势所迫，不得不为。2007年5月，萨科齐当选总统之后，强调要改善法美关系。在2008年发表的国防与安全白皮书当中，萨科齐政府正式提出了法国回归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的设想。法国对北约的军事贡献与他在北约内部的影响力不相称，只有重返军事一体化机构才能够全面参与北约决策，增加法国在北约内部的影响力，从而加强盟友对法国的信任，推动近年来停滞不前的欧洲防务建设进一步发展。回归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符合法国和欧洲的整体利益，而且法国的军事独立性并不会受到影响，因为法国仍将保持其核威慑力量的自主性，保留是否出兵参加北约军事行动的自主决定权。法国在重返北约军事指挥机构时提出了应该得到满足的三大条件，首要条件是确保法国的独立性，第二是成立欧洲防务是北约的支柱，第三是承认法国对欧洲防务的影响和北约欧洲一体化。法国急于全面回归北约军事一体化，除了有意加强法美军事合作，借助于美国的军事体系优势增强法国军事力量之外，还希望凭借自身强大的军事实力增加对欧洲地区的话语权，而这正是他重返北约最大动机。好，同学们，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